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好的，今天的联播头条继续我们的部长话开年系列报道。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低迷、国际引资竞争日益加剧的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在2018年，我国持续引进的这个外资呢，是呈现出一个稳中向好的态势。是我们看到2018年，我国外贸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2019年我们如何稳外资、稳外贸呢？来看我们的记者对商务部部长钟山的专访。钟山告诉记者，2018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350亿美元，同比增长3%。在全球跨国投资下降的背景下，吸收外资规模继续扩大，中国保持了全球吸引外资大国地位。2019年稳外资有3个重点：扩大开放领域，继续缩减负面清单，放宽外资股比等市场准入，允许更多领域独资经营，加大引资力度，落实好国务院23条利用外资政策，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打造开放新高地，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扩容，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钟山表示，稳外资的另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推动尽早出台新外资法，完善中央和地方外资投诉处理机制，营造安商、亲商、富商环境。在外贸方面，钟山表示，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创了历史新高，仅前11个月进出口的增量就达到5400亿美元，第一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2019年稳外贸也要做好3件事：一要稳市场，培育30个重点海外市场，支持一批国际营销网络，推进跨境电商发展，让我国的企业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二要稳信心，要落实好稳外贸的8项举措，在税收、金融、便利化方面为企业建服务，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三要提质量，增加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办好第二届进博会，满足企业发展进步的需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另外呢，我们知道日前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地提出，推动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新的一年，商务部在促消费上又会有哪些实招呢？我们继续来看专访。钟山表示，市场需求是全球稀缺资源，市场潜力大、成长性好，是我国最大竞争优势之一。2018年，我国商品消费将突破38万亿元，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9年将从供给侧发力，继续深入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第一是提升城市消费，要全面启动首批11条步行街的改造提升工程，优化便利店的布局，改造菜市场等，要打造一刻钟便民服务圈，推动消费升级。二是促进乡村消费，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国家级贫困县覆盖率要超过90%，推动工艺品下乡，农产品进城，让城乡市场旺起来。三是发展服务消费，新建一批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推进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和对外老屋扶贫，力争带动150,000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服务消费的发展。好的，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去年的9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到2022》，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了阶段性的谋划。那么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度怎样？下一步如何继续推进？
今天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三农论坛上就表示说，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乡村振兴面临的难题。韩俊表示，过去的一年，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但目前还面临资金、人才、土地三大难题。现在比较普遍的呢，就是这个投入不足的问题啊，大家反映是比较，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制约啊。再一个呢，就是乡村啊缺人才啊。另外呢，这个乡村的各项建设啊，它都需要土地是吧？建设用地，但是呢，很多乡村的建设项目落不了地。韩俊表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通过深化改革，为乡村注入动力，解决资金投入问题。只靠存量不够，要有增量，要吸引全社会参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要建立符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要引导农村的金融机构啊，要回归本源。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农村的合作银行、商信银行啊，你得为本地的三农服好务，啊，这是本源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土地出让收入这个量是很大的啊。这一块呢，就是说要进一步啊调整它的使用范围，啊，目标是比较明确的，要土地出让收入，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要进一步提高。近日，国内十几家五星级酒店存在的卫生问题被曝光，有部分酒店仅被罚款2000元，引发了不少的议论。很多消费者就认为啊，这个处罚太轻了。那么，应该对涉事酒店怎样的处罚呢？酒店卫生问题又应该如何来监管呢？罚的太少了，2000块钱对他们来说都是毛毛雨，一天的房费而已。不单单五星级酒店，四星、三星的，应该看到这个罚款之后，大家也会更加的关注嘛。因为大家看到政府监管层对这方面有罚款，至少态度是明确了。据了解，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罚款2000元已是处罚最高数额。业内人士表示，还应该通过星级饭店标准、旅游法对涉事酒店进行处罚和监管。其实我们星级饭店标准里面呢，本身就对这个都有相应的规定。从1到5星级酒店的那个它都有一个必备项，必备项就是说它是一票否决的，在这里面都对客房的卫生，甚至1星级酒店里面还专门对杯子的清洁，它都有规定的。就是这个如果清洁它没有达标的话，它是具有一票否决的。在5星级酒店里面，其实它那个在必备项里面，它规定的要求更高一点，它就要求呢必须要这个集中消毒。在我们的旅游法里面呢，其实也涉及到对卫生的要求，在它第6条里面，它其实有要求，就是说旅游经营者应该向消费者提供这个健康、卫生、什么便捷等等这样的旅游服务。业内人士表示，2017年12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曾进行了修订，但仅对公示卫生检测结果和卫生许可证有效期等进行了修改，对处罚条款并没有修订。整治酒店卫生乱象的关键是要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的力度，多个部门联合惩戒。不仅要有这种金额处罚，可以还要给予一个信用处罚，例如降薪折级啊，降级折薪呢，或者是进入到不诚信的一些名单呢，要有联合来惩戒。旅游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从在未来的这个星级评定的标准上，可以做进一步的这种要求和细化。对，比如说有重大的投诉、重大的负面的社会影响，进行相应的从星级管理的这个角度进行降级、摘牌等等一些处罚措施。现在苹果手机正在中国市场上掀起一波降价潮。近日呢，有部分手机的经销门店以及京东、苏宁等等电商平台纷纷对部分型号的苹果手机降价，有最新机型的降幅甚至高达1400元。来具体了解一下。
有这是直降，不用任何附加条件了，是吧？对的，对的。在上海浦东的这家苏宁易购门店 ，iPhone 柜台从老款的7到最新的 XS Max， 无一例外贴上了直降的标签。其中256G 的 iPhone XS Max 售价从10999元降为9899元，64G 的 iPhone 8售价从5099元降到4099元。大家对这个苹果的热门度有在下降，所以说我们也是采用了这个降价来换这个销量，销量上不来嘛，支持国产的人多了嘛。为了提升 iPhone 销量，国内各大电商平台也纷纷推出降价策略。在苏宁易购官网和天猫旗舰店，有的 iPhone 到手价比苹果官网便宜1400元。在京东，64G iPhone 8售价下降了700元 ，iPhone 8 Plus 售价下降了900元。降的根本不够大，应该至少降30%以上。我认为它就值这个价呀，价格肯定虚高。它最新款的那个卖的不好嘛，太高了。现在也是理性消费的比较多。今天，华北、黄淮等地被大雾笼罩，有部分地区就出现了能见度不足50米的特强浓雾。中央气象台今早升级发布大雾橙色预警，大雾天气也给多地的交通出行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河北、湖北、安徽等多地的高速公路临时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今天早上，河北大部地区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000米的大雾，在唐山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出现了能见度不足100米的强浓雾，其中邯郸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米。今天计划出门办点事儿，结果，大雾这个雾气太大，能见度不足50米，本来想开车出门，现在只能改为步行。受大雾影响，今早北京以南、河北管辖的所有高速公路关闭，唐山、秦皇岛境内的所有高速公路关闭，唐山、秦皇岛、石家庄等地的机场也因雾影响，出现了部分航班延误的情况。今天，湖北多地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局部小于50米的雾，其中徐广高速湖北荆山至天门段全线大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100米，部分路段能见度甚至不足20米。为确保行车安全，今天上午，徐广高速、麻安高速、沪蓉高速等高速公路部分收费站临时关闭，湖北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今天，安徽阜阳、亳州、淮南、六安等地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普遍不足200米，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米。受此影响，安徽省境内的京台、德上、济广等12条高速多个入口早上临时关闭。等了半小时了，没事啊，安全第一，最起码雾开了个的，早一晚会都消失啊。由于大雾持续且温度较低，造成道路结冰。今天上午，在安徽霍邱县境内一大桥路段，20多辆汽车连环相撞，当地消防、交警、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成功解救被困人员。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安徽省内大雾天气还将持续，提醒公众出行注意安全。近日，广州市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稿。那么，像这个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站以及换乘站，还有旅游景点等单位的配套停车设施，都将由价格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统一的差别化收费政策。来看报道。该通知中提到，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站及换乘站配套的停车设施，一类地区7点至22点对服务对象最高收取每半小时2.5元，非服务对象最高收取每半小时5元。旅游景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办学校、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宫、体育馆等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的停车设施，处于一类地区的7点至22点，对服务对象最高收取每半小时2.5元，非服务对象最高收取每半小时5元。目前，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收费是小车每小时3元，因为价格便宜，不少车主就算排队也愿意等。一个小时都没有位置。哇，你排过一个小时？试过，早上上班的时候。而在中山四路的图书馆门口，车辆更是排长龙，这里停车费每小时2元。不少车主专程带孩子过来图书馆看书，无奈因为车位太紧张，已经在车上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对此，广州市民也呼吁，在城市停车费整体下调的同时，增加更多的车位数量，解决停车难问题。你再怎么避免，也停不了，没有停车的地方也不行呢。应该，我觉得应该首先考虑有位置停，再加个适中。大家有需要用的话，咁你就算平贵，大家都系要停咯。但系你贵，咁市民肯定嗰个负担又会好重。每年的春节之前，在我国的制造业基地长三角和珠三角，由于工人提前回家过年、选择返乡就业或者跳槽等等原因，企业都会经历一波这个季节性的用工紧张的问题。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和往年相比呢，今年这个年前的用工紧张情况也是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在浙江绍兴一家服装加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订单已经排到了五月份，马上就要到春节了。为了不耽误交货，近期一直在组织工人赶工。但是就在隔壁车间，记者却发现只有机器没有工人。最近呢，因为近期过来呢，员工招不到，那现在呢，就是把这个500台都停留下来了。是工资低的问题吗？工资应该不低吧？我们工资都能做的都到了。5000-6000、7000-8000都有。因为招不到工，机器只能睡大觉，原本应该是繁忙赶工的车间只能变成了落满灰尘的仓库。心情有点着急，有点可惜，仓库了，这边设备也闲着没用了，就是工人难招，招不进来，一些年轻的人啊，现在他们都不愿意干。在珠三角，一些制造企业的员工更是只能拖到年后才能休假。我们这边有2个程序员，准备的话，今年的话就是一个休年后，一个休年前，然后我的话是准备休年后。缺人还可以通过轮休来保证生产。最让企业头痛的是，春节返乡后，很多工人就不再回来了。回去过年了以后再能回来，大概80%左右。为了留住工人，不少企业只能靠提高工人待遇，都给员工招好大巴送他们回去，过完年又到去接他们。许多员工在这里做6000-7000。范博元告诉记者，近五年来，服装加工物料成本上涨大概在10%左右，但是人工成本的涨幅则达到了35%。范博元开始扩大智能制造规模，希望通过产业升级来解决工人短缺的问题，提升企业利润。近年来，有不少像范博元这样的年轻的企业管理者呢，希望通过机器来代人，解决用工的难题。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走访了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些企业之后，却发现升级生产线容易，但是让工人们随之升级却没有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看调查。这里就是范博元一年前投建的智能车间，专门用来生产厨房灶具。原来灶具冲压模板等生产环节很容易割伤操作员的手，一直很难招到工人。原来的话，这一条流水线都必须要20-30个人工，现在的话就只需要一个人上下料就行了，提高产能。这机器能24小时工作。普通工人招聘难的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懂这套智能化设备的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现在企业不仅要花钱买设备，还要花钱去培训工人。智能工人的话还是不多，非常紧缺。有些高科技人才他也不愿到我们企业来车间里面做这样的活。目前唯一解决的办法还是自行培训。在厨房灶具行业干了17年的金松，刚刚完成了3个多月的培训。目前厂里已经有5个人初步通过了培训考核，但想要满足生产需求，还得继续培养。现在市场上这样子的就是很难招不到，就是说公司里是出大批的资金的各方面培养这些人员。在深圳一家电子产业制造企业，记者看到智能化生产线让原本需要8位工人的岗位减少到3位，但是负责人说，普通工人不愁了，技术工人存在大量缺口。有2种人才需求，第一种是智能制造的设计人才，那还涉及到一个智能制造应用端的人才的一个变化，现有的这些人才要快速去学习，能适应这个新的这个智能制造。
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目前的我国制造业的用工缺口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有数据就显示，预计到2020年，高端技术人才的缺口将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却也发现，一边是市场上的需求强劲，而另一边却是技工院校招生难的尴尬现实。在这个智能化车间，一人操作多人学习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市场上就是要懂这样子，有时候练功是有人要挖。生产线变了，对工人的要求也变了。像金松这样既了解行业特性又懂智能制造的工人，成了企业争抢的香饽饽。也有危机感，担心那个没有好的技术肯定是要被淘汰。工人他可能会从单一的操作变为多样性的操作，工人可能从固定的岗位操作变成为流动性的岗位操作，那这个对于我们的工人来说，他就需要有学习能力。就业市场对技工人才的急迫需求，也让近年来职业院校的就业红火了起来。有数据显示，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超过了本科，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高职院校招生不易的尴尬现实。从2009年开始，全国高职院校生源持续6年下降。这个中国人的观念都要上大学，是吧？他不愿意去做蓝领。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是吧？这样一套体系，但这一套东西呢，实在现在来讲，在很多行业中间并没有完全，这个标准做好。所以这个激励机制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专家表示，想要弥补目前的用工短板，除了企业完善激励机制，最重要的是要从供给端下功夫，扩展技术工人的培训渠道，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我们需要清华北大这样的研究型的，这只要5%，我管它叫顶天的教育，顶天的人才。我们更需要职业教育，培养一线的，把这些研究成果变为实际生产力的。这样的职业教育，我们管它叫立地的教育，没有立地何以顶天。近年来，旅游过年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那么，眼下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目前旅游市场的预订情况如何？价位又怎样呢？我们来看报道。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目前各类境内游、境外游产品已经进入了预订高峰期。境外游方面，一些气候温暖的东南亚线路、热带岛屿成了游客主选。春节期间嘛，东南亚那边的温度会比较适合出行。这个巴厘岛年初6的时报名的名额都已经满了。此外，北上赏雪、南下避寒的境内游也是春节旅游的主流。除了哈尔滨、北京、海南三亚等常规的热门旅游城市外，一些刚开通的景点如港珠澳大桥也成了游客的打卡之地。在价格方面，春节期间的出游费用依旧延续往年的高位。平时的话，普及的价格是在一个3000多，但如果是在寒假期间，在春节期间呢，价格会在5000多，春节呢会到6000到7000。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机票和酒店价格波动，再加上春节期间人工服务费有所上调，所以整体价格水涨船高。不过2月下旬费用将会明显回落，建议游客错峰出游。像春节撞上寒假的这个假期里面呢，价格会比平日上调30%左右。在这个春节过后呢，会回落10%。然后在2月26，之后呢，就是寒假结束之后呢，价格又回落20%，就回到平期的这个价格。在山顶开干啦，那样风嘎都中间来绕着，把车挂了或者。八根啦，个人头个，个段时间无能改啊，无能人多就系。临近春节了，有很多餐馆的年夜饭已经进入到了预订高峰，甚至是一桌难求。而外卖年夜饭呢，则成了不少在家用餐人的最佳的选择了。在广西南宁的一家饭店，厨师们已经开始在为今年的大盆菜做准备。根据目前接到的订单来看，预计今年春节期间的销量将超过去年的1000多盆。18年前，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个外卖的服务，从刚开始的一只鸡、一只鸭、一份扣肉开始做这一个外卖的服务。这家海鲜饭店的大盆菜既有酿菜为主的100多元品种，也有全是海鲜的接近800元的豪华锅。
今年餐厅新推出了生料锅，打包回家直接连着锅和搭配好的汤料一起煮，就能享用更新鲜的菜肴。记者了解到，今年南宁有不少酒楼餐厅都推出了这样的盆菜打包服务，有些饭店的盆菜还通过网络销售收获了不少订单，还有一些餐厅网店凭借创意年夜菜品成了当地的网红店，可供消费者自由搭配的年夜饭套餐也是订单满满，光是鸡都被预定了近100只。面包咖喱牛或者是野果鸡都是比较本土或者比较创新的一些菜品，除了菜品之外，他会拿一些我们特制的老友酱和海鲜酱，会拿回去做菜也好，拌粉啊什么也好。当地时间的1月12号零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3点，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进入第22天，这也创下了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时间最长纪录。民主共和两党关于修建美墨边境墙的分歧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来频繁的出招，11号他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让墨西哥间接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支付费用。由于国会两党迟迟未能就政府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美国联邦政府1/4机构从去年12月22号起关门，到12号进入第22天，刷新1995年克林顿政府关门21天的记录。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让墨西哥间接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支付费用，但他并未说明具体做法。对于此前曾表示，如果国会不通过美墨边境隔离墙预算，他将几乎100%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一事。11号当天，特朗普的态度有所缓和。But this is up to Congress, and it should be up to Congress, and they should do it. 有分析认为，关门时长记录刷新，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一旦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便可绕过国会，利用已拨付的军费修建边境隔离墙。因停摆持续，不少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及他们的家庭因为失去收入，正面临财务乃至生存困境。近日，受影响的政府雇员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市等地举行抗议。美国多个工会组织还就停摆对联邦雇员的影响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此外，停摆期间一些联邦政府服务大打折扣，华盛顿当地服务行业也遭到重创。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希特认为，停摆每持续2周，经济产出将下滑约0.1%。摩根大通也预计，政府关门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不小冲击。我们再来看一条突发新闻。法国巴黎警方今天表示，当天上午位于巴黎九区的一家面包店发生爆炸，并且引发火灾，已经导致20多人受伤。警方称，爆炸呢可能是由于天然气泄漏所引起的。爆炸的地点是靠近老佛爷百货等商业区。有目击者就说到，整个街区遭到破坏。目前救援人员仍然在现场展开救援，而警方提醒民众避开事发区域，保障救援通道的顺畅。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事部官员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接到有关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使馆将会密切跟踪事件的进展。根据美联社报道，法国国家金融检察院11号证实，关于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恒和涉嫌在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时行贿拉票一事，法国方面已经正式展开调查。我们来看具体报道。据悉，围绕竹田恒和涉嫌为争取2020年奥运会举办权而行贿一事，法国国家金融检察院已于去年12月10号展开正式调查，但法国国家金融检察院未透露此案的更多细节，而竹田恒和本人则否认了一些媒体报道的他已经被法方起诉的消息。他在11号表示，自己去年12月只是配合法方调查，并否认自己在申奥过程中有不当行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13年9月，国际奥委会宣布东京获得2020年奥运会举办权。日方在申奥成功前后，向一家新加坡咨询公司账户汇入2笔款项，合计约280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399万元，名目是东京夏季奥运会申办。该账户与国际田径联合会前主席迪亚克之子有关。
东京申奥成功时，迪亚克兼任国际奥委会委员，颇具影响力。此后因其他受贿问题接受调查。竹田恒和曾因这笔款项在2017年接受过日本司法机构的询问，日本奥委会也承认汇款，但坚称相关款项是合法的咨询费。目前，国际奥委会与法国司法部门正在密切关注事件进展，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日本厚生劳动省11号公布，厚生劳动省在过去至少14年当中，因为对一些劳动数据统计不当，导致少发放了失业补贴、工伤保险等等劳动保险金，总额超过53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亿元，影响范围涉及到近2000万人。我们来看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称，采用不当方法进行数据统计，至少是从2004年开始的，今后将陆续补发保险金。据日媒报道，厚生劳动省为掌握国内劳动市场最新动态，而每月进行的调查统计存在问题，其中包括劳动时间、薪资及就业率等基本数据。这些统计数据不仅被用作计算相关劳动保险发放额的依据，也被日本央行等机构广泛用作推算经济数据的重要指标。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将当天召开记者会，就此事向公众致歉，但他否认外界质疑的整个厚生劳动省有组织的隐瞒问题。对此，有专家提出，有必要请专业团队作为第三方展开验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表示，为补发相关保险金，政府将重新调整去年年底已获内阁批准的2019财年预算。此事引发日本各界广泛批评与质疑。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事务局长香原康伸11号表示，这一事件将降低人们对政府基础统计数据的信任，并可能对政府政策制定等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现在智能手机的确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但是呢，手机当中一些大量的隐私信息，比方说像指纹、实时位置等等，也是时刻面临着泄露的风险。最近呢，美国媒体就爆出一些美国的电信运营商正在将用户的个人实时位置信息倒卖给第三方，谋取不法利益。我们来看报道。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多家电信运营商存在将用户手机的实时定位数据转卖给第三方的行为。It turns out that they're selling that information to companies called location aggregators, who in turn are selling it to some shady middlemen, who for a few $100 will sell to anyone your location.在转卖过程中，用户的位置信息可能被层层倒卖，而用户却毫不知情。这些信息有些可能会被卖给汽车、房产企业的销售人员用于推销，而另一些则可能被资质不明的机构或个人购买，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Location data is now so precise. This is a dream.For spies and stalkers. 目前涉事的电信公司尚未对此做出正面回应，不过已经有多名美国参议员呼吁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电信运营商出售用户的位置数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表示，将就此事展开调查。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中午12:32，在新疆喀什地区舒富县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喀什地区及周边阿图什市等地有明显震感，其中喀什市震感强烈，个别小区供电一度中断。目前当地暂未接到地震灾害影响报告。我国万米载人深潜工程首批浮力材料日前在海南三亚完成压力测试。首批2000多块浮力材料，接下来还将进行破坏强度和疲劳强度的测试。日前，北京长安街西沿跨永定河大桥长安大桥实现高塔合拢，大桥高度达到124米。长安大桥采用全焊接钢结构，总用钢量高达4.5万吨。长安大桥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当地时间11号。美国中西部地区遭遇冬季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降雪天气给当地交通带来影响。另外，降雪天气还影响到美国中西部的多个机场，
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信息显示，受降雪天气影响，十一号有1431架航班被迫取消，上万航班延误。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十一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双层巴士撞上车站的候车亭，造成三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七人伤势严重。渥太华警方已经逮捕了公交车司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韩国统计厅近日发布数据显示，韩国2018年全年就业人口为2682.2万，与上一年相比增加9.7万，增幅创2009年以来最低。此外，2018年韩国失业人口总数为107.3万，为2000年以来最高值。阿根廷丘布特省一小镇近日出现旱獭病毒疫情，已造成9人死亡。相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要求85名当地居民在家中进行一个月左右的隔离。旱獭病毒主要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等传播，会引发流行性出血热，以发热、出血和肾损害为主要发病特征。据希腊媒体十一号报道，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晚间，希腊全国共有11所大学收到12封含有白色刺激性粉末的信件，至少7人因接触白色粉末而造成口鼻出现皮疹且眼睛受到刺激，受害者目前并无生命危险，希腊警方和大学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是，你知道吗，洪涛，这两天哈，这个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迎来了今年的首场雾凇，非常的美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这被雾凇装点的童话世界。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